工程当中一件小小的巷料配件，为何可以酿成今日的轩然大波，令到三万户的家庭生活大受影响？当中我们亦都留意到有人是不依合约去和法规去做事，令到违规的巷料是可以流入去公屋工程里面，同时亦都是部门把关不力，任由有规定但是没有检定的漏洞存在，令到数以万计的住户长期饮用超标原水。要杜绝这个问题，防止事件重演，必须要从立法层面去堵塞制度的漏洞。因此民建联早前亦都已多次要求政府部门检讨和修改现有的水务条例，保障食水安全。基原动语和民建联的要求呢是理念一致，方向相同，所以我们是会支持今天的原动议。可惜无论是修改现有的法例或者是订立新的规例，都是始终要一段时间，尤其是本届的会期是不足一年，加上每年有例牌的拉布啊等等的工作呢，要为食水去立法呢，恐怕要寄望下一届立法会。既然远水救不到近火，要恢复市民对食水安全的信心，一些短中期的措施呢可能是更加重要。主席，由于早前水务处和房委会分别都公布了他前期的报告，当中亦都提到多项保障食水安全的建议，因此我今日的修正议案呢，我不会再重复逐点去讲，反而我希望就着修正案里面有两点呢是希望提一提的，包括呢是检验滤水器的功能，以及是协助学校、医院、公共机构呢去更换有问题的部件。首先我要多谢林郑司长呢，在10月8号正式是采纳了我们修正案里面的建议，就是为滤水器的功能去进行一个检测。我亦都希望政府当局呢有关的检测工作可以一如司长所讲呢，在短期之内是会进行的。其实我们之前提出过要求的时候，当局呢一直是不以为然的态度去对待的。因为经常他们都会讲，滤水器呢是已经取得 NSF 53认证，功能呢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今次原水事件正正是明明规定巷料不能够含铅，结果呢结果就是含铅超标咯。因此呢要市民安心，特别是受影响的居民呢，所以希望当局呢必须要行出一步，以民为本，从居民角度出发，用实际行动，而不是在纸上去监管，去证实滤水器有没有含铅呢，是非常之必要的。另一方面呢，当局已经开始为学校和医院等公共的服务大楼呢进行一些验水，初步呢发现有些源头呢就是来自一些热水餐，但是我们当然呢也都希望这些楼宇是可以顺利通过检测，令到楼宇的使用者能够安心。但是万一楼宇的供应食水供应系统呢出现超标呢，我亦都希望即是当局在财务上和技术上呢是可以协助这些机构去渡过难关，彻底解决问题，保障这些楼宇里面用者的食水安全。主席，今日在这里呢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是很有感触，因为11条公屋村近3万户的家庭肯定在这段时间是非常之滋扰，他们都是很困难的一群，他们不单止日日生活是大受影响，更担心自己家人的仔女有没有身体受到严重的影响，以致他们日日是忐忑不安度日。现时水务处和房委会的两份报告呢，虽然只是前期，但是都已经知道呢水务处和房署在事件上面是认知不足，监管不力。既然如此呢，我们认为当局必须要为事件负上责任，向市民致歉和作出补偿。最直接的补偿方法当然就是豁免水费和租金，因为市民呢交了水费但是就没有安全的食水去饮用，交了租金但是日日要去走廊度拿水，完全不合理，亦都不公道。具体怎样去豁免租金啊，豁免几多啊，或者是减免水费呢，这些可以再作讨论。我今天呢就带了资料来就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豁免个水费呢？
因為有葵聯邨的居民呢就將他們的水費單交咗俾我哋。由於出現咗鉛水呢件事呢，他們即係開水喉用水多咗，真係可能跟足政府講，每次用佢都開足五分鐘，咁所以呢佢哋用水量係大增嘅。咁好似呢位居民咁呢，佢以前即係上一期呢佢只係交170蚊嘅水費，但係到今期呢，即係九月份啦，呢、這個今期呢佢要交272蚊嘅水費，係上升咗 63%。 咁類似呢類嘅個案呢仲有唔少嘅。咁點解會多咗咁多呢？係咪用多咗好多水呢？其實未必過，因為呢水費嘅收嗰個費用呢其實係幾何級數咁上，你用得越多呢嗰、那個費用係越嚟越貴，每度水嘅費用呢係會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呢我哋希望即係政府呢係能夠係豁免佢哋嘅水費，令到市民呢係感受到政府係嗰種關心同埋體貼。但係局長亦都講到好多次要考慮啦，但係我哋亦都係阿司長亦都講咗要考慮，但係我哋希望呢歌仔都有得唱，唔好愛得太遲，因為呢最心痛時愛得太遲，有些心意呢不可以等某個日子。除了補償之外呢，居民呢更加關心自己的仔女。當局現時呢是為兒童驗血的界線呢是8歲以下。不過今次鉛水的有些村呢，譬如說元州村的24期、清河村的1期為例，居民是2008年入伙的，當時兩三歲的兒童呢住了6、7年，可能飲了很多年的鉛水，但是現在呢已經是超過8歲，那他們又沒得驗喎。咁所以呢啲家長都好焦急，希望局方呢能夠去考慮為呢批即係入伙時候低過6歲嘅兒童呢都可以驗水，將條線畫喺呢一度呢，我哋覺得比較合理，希望局方呢喺一陣間作答嘅時候可以有回應。另外呢，主席要徹底解決11條村嘅鉛禍呢，最後都係要換喉嘅。但有好多居民入住呢啲屋邨已經好多年，可能係裝修咗，家具啊、雜物啊都擺好曬，但係要換喉呢，對居民嘅滋擾呢唔會少得過初期。因此我哋要求當局儘管向居民交代，盡快呢係要向居民交代換喉嘅工程安排同埋時間表，令到居民呢可以早啲作準備。更重要嘅呢係喺當局如果要喺換喉的時候的安排呢，不要純粹是技術考慮，而是以民為本，同居民有商有量，將工程的二次滋擾呢減到去最低。主席，針對今次的鉛水事件呢，亦都提出了民建聯亦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的，期望呢可以協助受影響的居民呢重過正常的生活，受影響的居民健康可以得到保障，普羅市民可以對食水安全恢復信心，以及是堵塞現時制度的漏洞，防止事件重演。而今日的原動議以及是修正的議案呢的有關要求呢，亦都有不少跟我們過去所提出的是相類似的。而當中呢，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呢是提及了食水供應系統的如果是不符合標準的時候呢，承建商需要負上民事和刑事責任呢，有關的建議是受到業界的關注的。咁喺琴日呢亦都有啲團體呢走嚟同我哋遞信示威啦，就係承建商授權簽署人協會，佢哋呢就好擔心如果係咁樣呢，佢哋會得唔到保障。但由於呢要採取有關嘅即係修例嘅時候呢，有關嘅關注呢，我哋好相信喺修例時候會深入去討論同埋研究同埋得到回應同埋保障嘅。因此呢，民建聯是會支持原議案以及是修正議案。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主席。陳志全議員。